是啊，天翼战神是攻击型的，攻击型的战斗陀螺，所以好像持久力比较没有那么强。什么？但是如果遇到被他打到的，有可能会被打飞哦。三、二、一，战斗，快攻！哇，太大力了吧，撞到你的，你去撞到战斗轮盘了。你要掉下去了，要拿中间一点。哦，拿中间一点。噔噔噔噔噔，战斗班，一乙班。那你要去洗澡了吗？那换我去洗澡了。不要。那要跟你战斗了。嗯。战斗开始，旋转班，战斗班，哇，这个万象宙斯转起来很漂亮，上面的好像一朵花一样，不像，你看它很像一个花在那里转转转。噔噔噔噔噔，战斗班！战斗班！战斗班！那好像不是这首歌哎。用我最强的绝招，这只有礼拜天才有战斗陀螺可以看。嗯。那刚刚有看完战斗陀螺了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，你也喜欢呢。你四岁的小孩也在玩战斗陀螺了。嗯，也这么喜欢玩战斗陀螺。嗯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三、二、一，战斗快神！哇，吴欣怡又派出他最会乱撞的天翼战神。哦，你看又到处乱撞，好像喝醉酒一样。开车开慢一点呐、啊。那个不是车，是战斗陀螺。开战斗陀螺，开慢一点呐、啊。战神，对啊，天翼战神结束了，结束这回合。